哥说15瓶15.5自撞，是你不会是你们？对啊，没有没有，是阿三二他们，我们到了他们就已经撞了。哦，别人就对了。对。哦，对，那、啊、你有要过来吗？我看情况啊，因为我现在才要回到平林，过8点之后吧。哦，好，因为我们才刚到没多久。才刚到，然后跟你讲，那些大福建有一台车撞了。哦，对啊，是盖他们的。我看到，对啊，哦。